TC 而来信，诗中广场的 TC 中，就拿佛神的脑海里太搞个反佛神的比比看，看佛神的所生功德，就是在吃的眼里太搞了玄木来修正。而来神就是佛的神呐、啊，跟佛的神相当人。无为实照，离世机七百回，终得其足，胆人爽处。也想赞叹佛的殊胜功德啊！无为实照，无为根本没有违法，佛神是无为啊，不脱主数。佛神无为，显示那个法身离体，法身离体没有所作为的，所以就是无为。实照，念它实字啊，就是底边都在说是个实中央啊。你们给他用古体啊，你带穿式的方式写，写到要让人看不出你嘛个事，是猜出去，那个见两条底边都在说是实，然后前面个。啊，是咩个是中央？是照，是清的意思。啊，虽然上是，他也上照，照就是零零角角，啊，一切法了了上地，时时观察众生的境性，时时做突发众生思量，该就是照。简单讲，是。等于轻轻不啊，轻轻的胆眼的情形，就轻重啊，随轻又能爽爽了了上帝一切诸法，又能做种种突生思量，这就是所谓心以上照，照以上心，心照本意，这就是佛该殊胜功德。哎呀，只是文字上啊用按钮来表达，实际上啊非常殊胜。没办法好用那个文字来表示的意思。离世机七百回，所以说佛的殊胜不是本意用世间的文字啊，或者是心理上去观察去想象啊，能够想得出来。所以不是离世机七百回，世机世间人所指出的就是前面所讲的世字啊，执有、执无、执一有一无、执非有非无，要这个执就按照细执，要论要这个细中的机制，机制就为之细机。佛的啊所证的离体，所有的圣德，用了细机来表现，统统都不对啊，也没有，也没无。也不是有一无，也不是非有非无，是离心四机，四机都不离。四机拿来详细啊，去一次去批下去了，多多一百机，一百机也中央都不是，都不是正确的，所以是百回，统统都要啊杀的，七百回，百回都要离心，七也是离的意思。用把那离世机七百回，百回就从世机分出来。世机之中啊，每一机又有世机，每一机有世机。比如有机，有机哈，又有有无，一有一无，非有非无。无机哈也是中央，也有无，一有一无，非有非无。一有一无机哈也是中央。一有一无有，一有一无无，一有一无一有一无，一有一无非有非无啊！呢，非有非无，底下也是有司机，也是中央啊。非有非无有，非有非无无，非有非无一有一无，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啊！呢，司机就是十六机，司机成十六机。再过去立三世批下的过去现在
为了共有十六基啊，过去有十六基，现在有十六基，为了有十六基啊，三百三十六也是八，就四十八基，四十八基。再过要已经升起的四十八基，并含完目前升起的四十八基，所以讲一起四十八基，尾起四十八基，合并起来就九十六基。再个根本四基就那一百基，这一百基统统都唔黑，所以不是灰。啊，因为呢，无论你反正都一百基，中间都是有过失，都不究竟，都没办法表示覆盖身的。要满讲那个司机，统统都有过呢，有是真一棒，无是瞬间棒。讲有直接一听有，那是假甜的真一棒，真一棒佛啊，不应该直接一听有，直接有就是棒，为了真一棒。这无也是棒，这超讲一天无啊，世间人讲到空就讲无啊，如果是无，讲到瞬间棒啊，所以有人讲那有福呢，不可得，不可得，没讲无啊，讲无就是什么瞬间棒。非常讲讲，唔系有也唔系无，讲唔多一有一无呀，也是有也是无。他如果是讲也是有也是无呢，讲到相为棒。有种不能无，无种不能有，讲一有一无就是相为，有有有为无，无有为有，彼此相为，所以不是相为棒。谁要讲非有非无，那是虚论，虚论呐、啊，只是讲有一个法，模式才个理论啊，所以不是虚论棒，都没是体，所以讲非有非无。没有也没有，安尼有什么议论棒？所以有现实覆盖身的，没办法用司机发挥的表现，你司机切发挥覆盖身的会安尼啊，你司机切发挥个种种的过法，最为出在究竟人们，没办法好用文字表现。可以公正讲，口欲言于词上，心欲言于理貌。想要用文语言文字来表达，就用言词上，莫按那个词句可以表达，上就是上身；莫按那个文字语句可以表达覆盖身的，就用言语词上。心用言语力嘛，力就是眼力啊。心观上的眼力，或者想覆盖身的，想不出来，不能用眼力去分辨。所以心欲言于理嘛，和理是一切百回脱离就完了。有人问我比讲，个金刚经又讲啊，要一切见我，阴上求我，虽然行下脱，不能见如来。个人没讲话，佛啊，根本是没有是空嘛，啊，实见上求都是下脱，个离开实见上求，个没空嘛，个是变成无机啊，其实。也别讲，实践上求都是指执。假如你是莫执着，不去执着，也可以讲有，也可以讲无。如果你执着，讲有也唔对，讲无也唔对，讲一有一无也唔对，讲非有非无也唔对。所以不可以执，去执就是过。就有过失，就过错，不细致，统统无过。所以把这经啊，一个智者他是说，有个诸师上常常引讲啊，神神不可说，神不神不可说，不神神不可说，不神不神不可说。有神神神不可说，是有机；神不神不可说，神是有机，不神是无机。不神神不可说，不神无机，神有机也不可说，不神不不神不可说，统统都是属于无啊，现是空也不可说，也不对，统统不可说。那既然不可说，我们表达覆盖身的呢，下面就可以讲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为了突破众生的因缘，有因缘故也可以说神。也可以说不神，
有因缘故，雅各一说有，雅各一说无。所以佛法方啊，有时讲有，有时讲无。提到世界有盖，阿弥陀佛有盖，所以因为他是有一个撇脱，叫做是有三门。反正经常讲空，一切空，法法皆空，无法不空，连能空诸法皆空一空啊。所以讲，把这三空了了准空而见性。那讲到空，无法不空，它不能执，执就有果；讲有也不能执，执就有果。所以讲有因缘故，一可得说，莫执着。执着就准备行解脱，不执着就能见义了。所以莫失执，无论有也好，无也好，他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就是过失。所以不是离世一切八非。一个脱离讲起来比较深奥啊，如果详细讲脱离净土，不能详细解释。能了解最好，不能了解嘛，也不妨暂时留下来啊，保存在这边慢慢研究。中讲就是对于佛的神像不能去执着啊，那讲有讲无不执着都是合法，这就是有因缘故一可得说，一个去执着都不能说，都不合法，都是有过。所以下面讲。虽然离世一切八非啊，它是中的其中，当然上出，不是万德庄严吗？女人的家修六土万行，所以成就种种功德，中的其中啊，中在道也没一种，佛的功德无穷无尽，所以一该好量该好不能表态福德，要用十种同好来表态福德啊，那显示福德无穷无尽，非常多，其中圆满其中，没有一点贪见。水源中的啤酒啊，有淡然上出，淡水清清的样子啊，水清貌为之淡，淡然就是水清清啊，水清清咸咸的水清清的是为之淡然。佛的形体啊，上上淡然啊，水淡然以上出，永久已是万古上心，所以不是淡然上出。也就是显示法身离体本来已是波神中的其中，当然上处啊，离世一切八非显示上面的无非是这个法身离体中的其中，当然上处显示波神属性功德。下面显示因法身水不方便一笔灭土，此笔究竟未曾枪杀因法身。复有三神呢，法神呢，无始无终，本来即是；波神有始无终，等到清净波神以后啊，永久已是。唔咩讲话，有清了的时间，永久已是。所以波神是清辟了的中央安的，清净从金刚中打出来的脱胎成的纯金，绝对唔会多转金刚度方变插金，所以。一个波神是从清净之后由此，他以后永久已是无终。下面个方便究竟有没有土，但是由此有终，因法身。释迦牟尼佛事先在印度迦毗罗国两千多年前出现，出世八十年，啊，他那个即使那个国沙罗城书行里面，他就是方便。有神有灭，世间有智有种，可是突众整个方便而乃阴神。谁是不清之词？虽然全靠方便世间阴灭土，因为两个世间阴阳清呢、所以就世间阴灭。经常讲一个佛救出在世间，众神就会害他啊，佛都是容易看到啊，上次说身边痛啊，二楼一闷就有好闷啊，二楼一拜就有好拜啊，害他心神啊，不会努力精进。所以佛在回告经常讲，那些救出是能众神不精进，现在感应咩离开人间呢，你太高，我想到讲佛呢就是短短时间点点啊，佛灭土以后就见佛很多了，
按了一个形状的行进，所以就方便。除了该世间实现灭度，但他方世间又实现出生出世，共生修行成佛。你要详细在《法华经》呐，《数量篇》中讲给你听清楚。虽然方便实现一灭啊，有涅槃啊，慈悲救驾，太慈太悲，救济假因一切众生，未曾欠杀，莫欠是杀离众生。啊，永久太世间，念念啊，都是在度化众生。佛就显发在那里众生心中，啊，众生心中就有已经显发的十方诸佛，就在那里众生心嘛。但是因为你烦恼中所装逼，没办法好见到，所以佛太师讲，夜夜跑佛门，朝朝犯穷气。佛时时没离开那里，而且本性就是佛，自性形象就是佛。那但是你没离开，所以古人们讲啊，五蕴三中有真佛，无奈你人不自性啊，把那个五蕴烦恼所装逼了，没办法体验自己的本有之佛性。所以佛的慈悲救济众生并没杀你，多了一位置就是管你来生。你看神佛的好诶，神就佛告法波音三神祈求，还有法神啊，无疑佛有位置法突然间显发在你在世间啊，该就是位置法神因神到法神某重要，要分得清楚。平常时有的阿爸会讲话应神就发神，但是实际上呢没重要，应神呐、啊，实现世间老人重要，有神有咩？实现世间老人重要，有神有咩？从释迦牟尼佛跟应发神应神啊，出生在家比罗国，相反王中做太子讲神，然后出家修行神佛，然后受法四十九年，到八十岁涅槃，有神有咩？啊，老人神重要，该按照应神化神呐、啊，本来某个突然间变化出来，啊，途中那个机缘神出来就变化出来，机缘过去的有某了，该就会是化神，变化神。那么这个化神就是众神殊途发个因缘神出来，几处出现，啊，释迦牟尼佛差事个时间，一个应神也可以先化神。啊，时时要先祈祷化神，所以佛才是是有一个印度有一个毗湿罗庄稼，毗湿罗人名啊，毗湿罗庄稼不可亲亲有钱，亲富就，他是一个身体啊，只是一个主意，爱爱的人，一个身体啊，没都三叉过，像那个七八岁的生人呢，按过天天来。他因为这身体啊，哎呀，虽然家庭挺富有啊，不敢出去，从来不是出门。哦，平常不对几个面前过，这个门口上过啊，也不敢出去见。他跟一个富娘蛮好，娘蛮当然，啊，他不说娘蛮好，他就没个机会，还特别又没有运气，啊，基本上他不说娘多，尽管经常爱见佛，他又不敢出去，像我这个很爱出去，我一看到很见色，不敢出去。尽管上见佛又见不到，挺难过。俺过几日是在小城要见释迦牟尼佛，俺都好有意义的，几乎行人全部出去了，没半个人都不看。像一次个状况，头白没说两三万来管那一哦，管那一中间就有门缝啊。啊，到中间之后呢，嘿，旁边我不让有人敲门，哦，你那女的敲门啊，来关门。去堂口，我不用你关门开门哦，还让个上来不看我办的人，呀，就费心的麻烦的。唔去开门，又讲怕有重要的人，我来开门，跟阿又讲怕不用看到很见笑。他是佮健康唔很笑，那佮冇办法嘛，想多啲来调看看啊，多啲个门背后去骂人敲门。我背敲门的人敲来叫的，可能冇人开门啊。接着我到底有人才啊，无人才，我来调看，这个门缝看进来，看到有人啊，无人，就扑大下去啊，这个门缝向地边看，个地边个气势咯，状态有多多状况，到底是骂人在敲门来着，看那骂人去调看，啊，扑个门缝我调看，多多看木柱对木柱，木柱对木柱，两下都看到了，哎呦，跟我不一样，人都按爱人个腔样哦。个都人啊，病过啊，门缝一看啊，几下也按过诶，这个木柱人啊，木柱都穷光嘛，
跟你听到我讲过跟母亲有个安排看哦，嘿跟安宁啊打过来的打过来看到果然嘿哟真应该出感染，我一下说应该出感染，然后胸腰要摸多三三个哦，又做皮衣啊，又听壮阳，我拿了拿那板的托板哦，然后有个地球的托板，该几时了上山看到老几讲过个主意爱地球啊，摸多三三个欢喜起来哈哈，全部呢那摸上那个有暗号指挥啊，有哪个讲过个地球好帮人来看啊，帮人重阳啊，欢喜的自己就跪下拜啊，就吃钱一批，个哦师傅啊，该你来你来哦，来帮人重阳啊。哦，那就听长眼毛就一批哦，就准备听多少个东西啊、嗯，就抢一次。哎，他就不还是报了哈、哦，就提说法哦。其实老庄家就坐在人面前哦，坐在爱比酒的面前哦，谈起说法。哎，说法开悟了，真的出过了，真的出过了，刚刚梦人偶像，偶像破除了，偶像了，不会见笑了，不会讲不到爱见笑。刚刚这个爱比酒上现出一个本身的，就是创六精神的释迦牟尼佛。该就是发神，发都爱爱谢谢哦，有没有变化？嗯，它是在阴神上发神，有时不是阴神照样可以变化啊。从你吐气时了状态，该就是发神。那从你按那个情形，该就是本来无爱爱个身体，它可是可以变化，是变成爱爱啊。不过也是阴神上先发神啊，实际上呢，发神。用眼分母才是眼事实也不会出现啊，只要你心水清净啊，不出现前。所以随机的教引众生，没有一个时间停止，所以就是化身，所以不有因化身，化身是无依无求，突然间变化出来啊，突众生的因缘现在又突然间又没了，没了个神神，那就是不是化身，不有那个三身属性功德结合为。所以我们应当好好发心，努力精进，学佛，努力修行，频繁了了生死，将来成佛道。所以要观察以来的修身功德，就观以来生。以四种观行的本事就多了啊，第七种观以来生呢，就多了个未成千沙为智。下面呢，总结上文，要神奇下文，说明忏悔的意义了。神以施行可谓灭罪之良心，神起神就是法起，从内心法起上面的四种行，以是至上文，至上面的四种行，就是第一管因缘，第二管果报，第三管事神，第四管以来神，管不神。神法起的上面的四种行以后，努力忏悔，拜忏，可谓灭罪之良心。其批的四种心嘛，晓得按你观行，这就是消灭过去所做的罪孽的最好的办法。良尽，尽啊，就是水的秃头，水的秃头，比到我个桥头啦，桥头哈，头摆是木桥，故事啊，合法的伙伴木桥叫唱船，那个船呢叫唱的江里的蔬菜，从于现在的这个岸情况会重要，会变个岸样子安尼。从那个啊，所以不是吐条个，就是不是金啊。要算的是在将来，按人家可以下算，那是不是良金好的素材啊？可以有那个良金铺过平安，所以不是咩锤子良金，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桥梁，具备了四种金，那就可以咩锤啊，可以参会咩锤，这是最好的咩锤的桥梁。处章子有恨。要消除烦恼中最重要的修行法门，就要启辟了四种心，有了四种心，才能真正除去心中的烦恼。是故自身求而忏悔，总结上文讲，因此只顾我们要自身心、天下心来求而忏悔，要相互求而忏悔。这个意义前文已经讲得清楚了，现在就继续说明下文了。参烦恼中若遇种种的障碍情况，现在真正若烦恼能障碍其多种的问题，拿出来一一求忏悔，免得无次以来自以今日障扬烦恼，日沉日后
日子日妙覆盖灰日令无所见团处众善不得享受。要先重说明刚才的无量无次加云了一次都给蒙念对此自己心中的所有无明烦恼啊你不但将无去消除的以前进出状的状正感的意思任何一个烦恼就一正感阳不阳的意思啊、嗯、你不但将讲啊我想把那个烦恼消除你没按那个心你反倒转发是那个烦恼啊拿来不阳的不给正感不阳烦恼正感那你平常还没吗贪嗔痴念念这种还没不阳那个烦恼不给正感了吗啊、嗯以前啊你这个烦恼中啊一直一直越来越多你沉你后这个烦恼中你见你沉你见你多后啊盆啊进来进盆进后进来进多了啊后呀、啊、就是表示多的意思烦恼贪嗔痴已经都挺麻烦了现在又来装装的是给你见你加深你见你加多你什么后你子你没有烦恼中是为了呢你拿水去滋养你是给越来越没有生是这个烦恼树啊越来越没有生那这个烦恼树越来越没有生呢咋改了啊你本有该复印呢所以覆盖复印呢覆盖覆咋比的意思啊本那个烦恼中咋比的呢复印不会开智慧跟眼目不会开、嗯、就是不会开智慧的意思了因为某智慧呢所以无所见令无所见对诸法的离体见不到真正离不到不会开悟因为本烦恼归复的呢所以使令那里的真心离体现出来无所见、嗯、不能勤真身的不单单呢烦恼增长了团处中善世间处世间的身法慢慢上本已消除的一类啊不那个烦恼处状态一类呢是这个啊世间处世间的身法上必消除的呢归假必的显出了要么就好了那么有次呢就会神气重重的装乱烦恼一类一样中啊就会神气重重装乱下面就啊要种种的障碍的情况啊，一一的分别列示出障碍的情形，烦恼的障碍的情形。上面多数都是讲烦恼了，两边真正讲到障碍，下面是一套一套真正讲到障碍。你想要修哈，烦恼就来障碍你，所以你不能修。所以真讲障，啊，虚障不得见佛，不闻真法。不吃圣神的烦恼一个烦恼的神气什么状况呢神气状况是哪里不能得到见佛也不能得到闻法唐佛的真法也不能吃一个圣显神也就是不能烦恼受杂弊所以说不吃圣神的烦恼如果这个烦恼的是状况哪里不能见三宝那里没本烦恼受装逼所以啊、就见佛不到嘛家里那里那无烦恼或者烦恼很强两千两年前出世做人在灵山会上请见释迦牟尼佛干不到就解脱了可是该当时不是说那边不是说天佑我会学生所以无见佛这就是本烦恼所装啊就是不能见佛既然不能见佛嘛也就无谈到佛的真法不得见佛不闻真法既然不闻真法也就见不到佛才是个的圣贤神阿罗汉从沙利佛母见人的啊胎生菩萨神从文殊普贤的那你就见不到啊这就是不那个烦恼所装逼所以见那个佛法神三部啊都没见到不过现在算有福的啦能见到佛的身相能闻到啊佛的真法吗还有是有人讲说有几好看啊虽然没见到圣贤神
他也能接到圣贤神的圣像可以礼拜，比如说文殊普贤观音是这几场弥勒诸太菩萨的圣像，我们都看得到都如何以礼拜，总算呢还是有点点善根呐。但是模糊情见佛，这就是有点个烦恼所障了。西藏不见过去为了一切善恶涅槃出离烦恼，因为这一种障碍，障碍我们不能看到过去，看到未来，所有一切的善法恶法，错善呀，错恶呀，所有错的行就是错的，所有错的，希望讲个修善法的出离世间，团除烦恼的事情，我们没安那个机缘，就是不那个烦恼所障碍。我们过去是就是因为某一道圣行修行的法门，某些错善呀，只有错恶呀，所以不能出离。过去安呢，为了这个不晓得修行，因缘重要，所以这个烦恼会升起，障碍我们不能看到过去，也不能看到未来，不晓得了贪恶修善，对一切善恶念行不能分别，不能修行出离，也就是烦恼所障。也就是稍微不敌过去未来了，过去的事情不敌嘛，你前程做嘛跟人敌嘛，不敌怎么不敌啊，烦恼装的呢，本烦恼装啊，你前程从那边也嘛跟人这个不敌，有修没修不敌，这就是本烦恼所装。为了你将来了，将来你敌嘛，为了也不敌，你让不过成不成死亡嘛，你这个还要不敌，甚至你这个有你，所以啊，也没有烦恼的状况，也不敌得过去未来，当然也不晓得修善呀，不能处理，该非常危险，所以现在要努力进行。装修人天尊贵之烦恼，莫讲出世间了，神天做人比较尊贵的地位，都不能烦恼所装啊，莫修到你的身法，不能生在人间天上比较尊贵的地位，天上的天人比起人间要尊贵得多了。但是就是做人间的人啊，也是做一个碌碌庸才，不能做一个高尚的人物，所以说也是比烦恼所障，不能能够得不能得到数量的人间天上的尊贵的身体的果报，这就是比烦恼所障。众生色无色见三天福乐之烦恼，烦恼的障碍来的修那个四三天，神色界天初三逆三三三四三个三天，神都色界的初三天乃至四三天，十四空天的空天空无边诸天，一直到非无上非无上诸天，跟人就神都无色界天。本烦恼障碍呢，一个三天修不起了，也没按那个福德，没享受那个天上世界无世界的上天的快乐，这就是本烦恼所障。虽然我们不想讲个神那个世无世界天，乃至欲界天也不希望，但是真正想要修啊，你也未必修得起来。像我这种说痛的心结，喜欢痛，信麻了。起码了要修上天发生困难了，一拖下来就大妄想，要买个得到上天呢，所以而神上天的世界无世界天都是比那个烦恼所障碍不能达到那个目的。真不得自在神通回顶云烟编织是方诸佛将土天法之烦恼，也就是说比烦恼所障碍某神通，如果有神通哈，是有姿态，像我比用的，听就是比起了，在虚空上来来去去自由，运现运，就发讲养神法，你看到来去自由，现面的来去自由，不你看得到来去自由，主边都是方世间，主佛个疆土心躺佛说法。那你也有神通可以到圣王世界躺佛说法，可是没啊，有困难呐、力量急躁，处处都要没得用场，没得筹查。
离开交通工具，这个没办法，该就是某神通不吃菜，不能多吃某水给谈不上饭，该就是有烦恼所招。如果会没烦恼，不会发生这个情况。所以不能多吃某水给谈法，原因就是被烦恼所招。正好安啊、板啊、舒适、不畅、营养管等主烦恼，下面就是说明讲话障碍小行，障碍小行，小行按照三个嘅小行次第，就是第一三十两位先修五尘心观，两位就是先讲五尘心其中嘅三种，安啊、板啊、一度法，凡尘从归法。安啊，反作欠来；烦啊，反作欠去。应当是读作阿耨波罗啦。但是俺的学法就是读啊，读作安啊、烦啊，实际上就是要读作阿耨波罗啊。就是印度话阿耨波罗，反省中国话就是欠来欠去，也就是舒适观。南安有一部经叫做《安般疏议经》，安般疏议经就是阿耨烦恼说明那个入世出世的舒适观。安啊是入世，烦啊是出世，就是屁孔逢春日嘛，啊，该不是舒适啊，就是那个屁气个春日，不是安啊烦啊，舒适就指那个啊，春日是个舒适感，就是讲话身体坐好，调好，屁气调好，然后就习惯啊，算那个屁孔逢，舒日不舒春。输出不输入，屁股红热那个时间，心管都没记忆啊，听一下经验，一直都是没太多，一都是一都是啊，都是又回到这再算一，啊嘞，就算那个屁股红啊，能够对此三乱起，所以啊，三乱中成舒适感，修那个舒适感能够守住三乱起，所以讲三乱起从那里坐下来可以修舒适感。也可以修舒心念佛，不强就是修不强观，多贪众生不强观，五尘心第一种，多贪众生不强观，修不强观就是救相观啊，啊，五种不强观等等啊，就是观察这个身体啊，从头至脚内外全部都没强啊，你还在前面双肩上啊，啊，讲个三十六佛，这一套已经讲的，不必再讲，因缘。就是十逆营养啊，就是讲啊，你是众生呐、啊，多吃众生营养观，莫知非多你吃个众生，就修这个十逆营养观，无明言行行言事啊，无明灭者行灭，修这个十逆营养观。你看，就是五尘心观的三种啊，多贪众生不强观，多尊众生慈悲观，要不要听啊？多吃众生营养观啊，三乱众生舒适观。还是多庄众生念不改，庄爱多个人修念不改，你们前面已经讲了个改你的身，所以两位了解。等下等于其他两种没讲出来的，啊，就包含在内了。五尘心上讲三种，因为要修五尘心，就是有烦恼，有烦恼庄爱等的修没事，啊，无论你修舒适观呐，修营养观呐，修不相观，说是那个烦恼个庄爱你是你修没事。正好暖淡暖七一法七方片等主烦恼进一步三质量上面是讲五天心第一第一就是撇向念处修心念处观第三就是总向念处啊都是属于心念处观不过一个撇观一个总观这就是三质量位因为两天中间的两种啊，偏向两种中央，就是用上面的这个点子包含。现在讲四个行位，也按照四善经，暖四个行的第一位，淡第二位，暖第三位，第一法就是四第一第四位。啊，两个四个行也按照四善经，合并上面的三资料按照七方片。求证除过西过以前的前方片，按照七方片，然后按照三门的七贤位。而求证的啊个七方片位，而念西个行位，可是本烦恼状态不能成就，啊，所以障好
啊，能当用地方去旁边的煮饭了。啊，亚洲话们都修不成，就是不那个烦恼所障碍。能当用实际也想些工具的土地挺多，现在穷了啊。如果要想些研究啊，就要讲 CD 啊，是不是行干啊？趁原会有一个上海发的三十米行啊，一轮干人干行，土地挺多。讲出来哈，对高丽蒙研究你不容易了解，现在穷了。张学慈比起上文是修等主烦恼，我们学太深法，我们修习的心啊，都本那个烦恼障碍在那不能成就。慈悲心啊，细沙心，也就是所谓细无量心，然后习得啊，本那个烦恼所障碍修不成。一开智慧，一多闻，闻了以后一思维，思维以后去进修。我那文思修三会，你们本烦恼所障碍，文思修三会要修没事，所以不是障碍文思修等诸烦恼，障碍空平等中脱界三观义诸烦恼。一个烦恼因为障碍来的，想要修学空，比如我把这先是真空的脱离，学空啊学空不易了啊。也无办法和前阵那个真空离体，啊平等观，啊就是修假观，观察诸法平等，并无分别，啊，那一个平等观也搞不起来，上次分别先清楚，中脱就是空有本意，啊，修那个中脱观就是前头所讲的眼高的中脱，啊，人用中脱的法门也不能了解，莫讲我修。连了解都难做到，所以是中脱解，体悟中脱的解心不容易生意了，就是本烦恼所障。三观意，三观是空假中三观，啊，也是天台法的空假中三观，有次第三观，有一心三观，就是一个显数家法眼中也有三观，啊，真空切相观。是离是无碍观，主变含容观，也有三观。一个三观的意义不容易了解，他是莫讲要修炼意义而求了解都已经困难，这就是因为有烦恼，本烦恼所障碍，不能体悟这个空假中三观，或者真空切相观、离是无碍观、主变含容观等呀，这个修观的意义啊。不容易明白，不容易体悟，连明白意义体悟都难，何况要修呢？也都是因为有烦恼所障蔽。障碍出脱品，念处正确见立，以一就诸烦恼。下面讲将修好这个三十七脱品，啊，应当按照这个三十七出脱品来修好，将能就。希望当然就成就，念处就是心念处，啊，感情不强，感舒是苦，感心无常，感法无我，也就是心念处。按照了心念处一修好，也会三十两个体会，啊，就是不强感。还有那个撇相念、总相念，就是指两个心念处感。正确就是心正确。一神恶属灵灭这一种，微神恶灵不神听一种，微神善属灵神第三种，一神善灵真转第七种，然后西真存就是团恶修善，努力进修团恶修善啊，这就是西真存金五金心金念听会啊，心经、正经乃至念经、听经、会经，这就是五经。学佛必定要有信心，比如我念佛，你对念佛法门有信心，努力精进去念，念念佛嘛，有时得到一心不乱，这就是听啊；有时开发智慧，这就是会经，心经念经会。根本建立起来，进一步发生力量啊，不为他法所害。是这个所学的功夫增长
啊，你就破坏其他的想法，该做是不是？你比方说心境增长就能破坏你心不必一个有你所痛，心境增长是不是经历就不必害他一个烦恼所痛，念境增长是不是念力就不必那个三轮妄念所痛啊，听境增长就不必三轮所痛啊，是不是听力慧境增长神慧力就不必你持所痛，那就是所谓五境五力。以依旧不能了摆在前面呢、啊、三种系啊，也是第三种，就是系以依旧啊，就是用以依旧，静以依旧啊，行以依旧，慧以依旧，慧以依旧一秒钟，思维以依旧，也就是帮助修心念处修习正存的方法，有希望呢、啊、对所修的法门念念增长，希望修不以成就，能够以念成就，就是有以依旧，这次的所现这个法门努力进修，莫不以停止，静以依旧，然后存以依旧，努力进修以修就能达什么的，不是以依满足。行就是听前面所说的啊，西正存西念处都是属于把这智慧希望能够由听力使以成就，会行以依旧，会以依旧是开发智慧，欲存行慧